我们的第四个推荐是Cedo资生堂敏感话题亮白精华液。这款精华针对敏感肤质所设计，能有效美白，提升肌肤的光泽感。同时，它还特别去除了容易引起过敏的成分，因此能够维持肌肤的稳定，减少泛红的情况发生。内含的传明酸成分能够有效抑制黑色素，降低肤色不均问题，实现买的安心用的舒心的效果。此款专为敏感肌设计的产品富含保湿氨基酸，不仅有效保湿，还有舒缓晒后肌肤的效果。产品特别适合防止日晒引起的黑色素生成，并不会对肌肤造成负担，轻盈的质感能让肌肤迅速吸收，带来活润透亮的妆效。第三款，我们来看第二大土达尔夫玻尿酸保湿精华液。这款精华是由结合日本和德国专利的双重厂商提供的，采用高能量的玻尿酸来确保长效保湿。它的设计目的是专心于给予肌肤持续的滋润，资料显示其可改善肌肤水润感。这款产品的配方不含酒精和香精，适合所有敏弱肌使用，让您在护肤的同时也不必担心产品带来的不适。不仅如此，每个人都能够在日常使用中喜欢它轻盈清爽的质地。最后，但同样重要的是 L.A. Mer 海洋拉娜浓萃修复精华。这款被誉为神级修复圣品的产品，采用经典的海藻成分制成，提供深层的滋润和修护，帮助解决日常敏感与干燥的状况。这款精华的高浓度养分可舒缓与修复受损的肌肤，是寻求卓越护肤效果的人士的高端之选。对于那些寻求改善的敏感肌来说，这款产品无疑是满足各种需求的完美选择。我们今天的第一款产品是 Darphin 朵法全效舒缓精华液，这是一款由1985年成立于巴黎的品牌所推出的明星产品。它使用天然植物萃取物，专门设计用来舒缓受损的肌肤，特别是对紫外线、环境等外部刺激敏感的人。其独特之处在于，它不仅能快速吸收，还拥有迷人的天然香氛，为您带来一整天的舒适感。这款精华液的水状质地如化妆水般，确保不会留下黏腻感，是非常适合想要稳定肌肤的敏感肌族群的选择。